就传了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，请问这个是真的吗？听说你们其实不和，是吗？现在组合越来越多，你们会有压力吗？还会有五周年吗？十年之约也过一半，你们觉得还能走到最后吗？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去闯，全世界一张漂亮的账，一路过操场，我只想来一场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？撒野撒野，在无人烟的地方，放肆放肆，当坏小孩的模样，推开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，蝴蝶飞过了海洋，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漫生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，狂欢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，青春的回忆够疯狂，再永远都不会忘，多远都不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